我是金慧英，人生如牌局，牌品好，人品自然好。最近如果你找不到我，那就是我正在冠军的路上，耶、yeah。就是沈明丹也是那个沈明丹是一个浩大工程，因为基本就是两三百个人，多一点可能是四五百以上，对啊，然后你就这么多人选，然后你没有放清楚的照片，基本上就是不用看字界就会直接淘汰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，对啊，志成跟郑荣晚上好，如果放裸照的话加分啦、啊、好不好？一定选上，不介意好不好？放裸照加分。那这边起手很漂亮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搭的起手牌。嗯，一进停。两对半。这么快、欸，拍，这听牌速度也太快了吧！今天是看速度的，就把把秒装哎、欸，杠上哦！李琦晚安，欢迎进来直播间。不限性别好不好？你如果敢放，我就敢看。大家都成年人了，你敢放我就敢看，你敢放我就哎、欸，恭喜！边疆中加西风。自摸四台，自摸边张西风三，边张自摸西风庄家四台，恭喜！哇，好会摸！哎、欸，我按错了，我要按自摸、欸，哎，按到过期，我是要按自摸。选人的标准是什么？选人的标准就是看你的字界啊，看你的字界精不精彩，对啊。但就是字界当然就看你字界打的精不精彩，然后当然就大家会希望打的比较精，就是比较就是精彩，比较热闹一点，就打的比较那个那个叫什么啊？嗯，打的比较浮夸一点。但麻烦就是要浮夸，还是要有基本逻辑，好不好？不要那个，就是比如说年龄25岁，跟我说排龄30年，就是这样很问号好吗？就是要浮夸可以，但是就是还是要有基本的逻辑。然后大骰子有在卖哦，想要购买观众的话，帮我私讯客服的脸书，或是直接在那个聊天室打买骰子就有连结了。山东姐消失太久了吧？我们小山东，我们这边要听七顶了，等一下再摸一把，一定要，而且我们还有西风三花，转听四七更漂亮。哇，砍枝怎么办？怎么打？这边退砍枝60000，继续拼四七，漂亮！再靠一把，送你们回家。自摸西风三花，三台连一六台，再靠一个七饼。哇，五八越抓越多。哎、欸，猪队友演牌哦，靠起来，会不会亏200呢？我们的猪队友既然演牌，我们来演一下他听什么。来下家猪队友，这边听1122，哇，亏200。谁放枪？狗王，狗王的样子。哇，亏200。对，胡到狗王，转回庄家一下。西风三花连一五台，两个蓝色的。
哎、欸，这个最后一手腕子补成这样是会不会太夸张？这个腕子，因为他那个特效没有关到，他那个特效有时候忘了，就是我开完如果没有关的话，转镜头再转回去，他会自己再开一次，就他会自动在很贴心的再自动开一次那个特效。欸、这边六饼进来又变147了，我们的七饼好朋友。七饼好朋友。小肠晚上好。维刚晚上好。今天你左边头发。下咒一下，来一张七条起飞，直接原地飞起来。只有碰，别担心，别害怕，还没死，还活着，好运还没跑。龙少晚安，欢迎进来直播间。狗王这边碰了之后，想了一下，打了八饼。冲啊！什么？是什么？二条有人帮开路，哎，真好。来，庄家这边一进厅喽。147饼带七条，一进厅。那对面五条已经全断了。慈听，这个再摸起来就真的是拉开分叉喽，横甩后面了。自摸中洞两台，连二七台，靠起来的话就 大幅拉开差距，因为现在跟第二名差距也拉开了，拉开一万分了。如果再摸起来的话，距离就会大幅拉开了。关键摸究竟可不可以呢？怎么了？因为金慧颖跟小乔的分差从原本哎赌哟，而且还糊对人。不是你叫人家冲的吗？中洞连二六台，恭喜金慧颖连三哦！嘿，连三。不要打七就好，那主要是七而已。哎、欸，起手又超美耶！开门开四条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起手正六搭哦，三六条的两挂上张听牌，这要怎么输？这个起手牌，起手正六搭，然后两进听，这边一条靠对，又优化搭子，多了一个一条碰。道阳晚上好，好久不见。心仪晚上好，碰哦，糟糕，一进厅，一进厅，好害怕啊！连三喽，庄家两对半一进厅。好可怕！小乔很认真的在盯哎、欸。
这个真的不盯不行啦，不盯会就是整个那个，哎，猪队友又演牌，究竟会有收获还是又亏200呢？还是我们看一下猪队友？来，等啊，妈西金慧盈摸完了，那我们看下家猪队友的手牌。这边听哦，自摸三安，自摸的话没有三安克，五万是眼睛，哎，有啦，他已经有三安克了，胡牌就有三安克了，六九万，然后八万断了，海底出二，哎，这个听得很漂亮哦，八万全断哦，因为小乔在盯四张，八万都来了，五宝没有，那我们顺势看下家狗王，哎，这边四张，狗王一进听。四张，然后下家小乔，哇，这边又两张，六张了。小乔没有玩六张，然后回庄家金慧盈，这里还没有抓，所以还有两张。猪队友还有两张牌，那庄家这边一样在一进厅。Cindy 晚安。角度不对六九万还有两张，加油，刚上哦，哇，这边一直没有进牌耶，嗯，一直在两对半的一进厅，但是一直进不起来，有没有 摸这么久了？哎、欸，靠不起来耶！明明还有两张。等一下金慧盈摸完再来演一下好了，看有没有再被人家收集走。这个局六九万不会有人下了，九万绝对不会有人下，八万全断，九万没见。你帮我整一下，谢谢。那金慧盈这边打算要下车了吗？嗯，下车了。那猪队友有没有这一只？没有。那我们顺势看对家狗王，这边一样是四张，然后狗王上车了，哎，也是六九万。海底有了吧？还没？哎，是吗？哎，恭喜！可这里还有海底啊，八张啊，二四六哦，还有一堆，那不是海底，那就只有自摸而已。他铁巴还没砌好，自摸啦！自摸南风两台，然后三暗客四台，自摸南风三暗客四台，然后四台的十一台，恭喜！铁巴还有一吨，二四六八，对他那个没有算好，铁巴还有一吨，所以这张不是海底，那就是自摸南风三暗客四台。十一台，恭喜演牌有收获。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，欢迎来直播上面跟我们互动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追踪我们的 IG， 那我们直播上见喽，拜拜。